个节目，我们每天玩很大，我们去到国外，然后比如日本、韩国啊、东南亚的，每天都早上五六点我就起床。对，那可怕的是回来台湾录综艺大热门，每天都录到凌晨三四点，哇！然后回到家磨磨蹭蹭，五六点左右才上床。对，然后就在短时间里面一直这样不断的换来换去，太累了。没有年纪大，没关系。没有关系啊，我体力，我告诉你，我体能本来就是非常好的，然后一直都有在运动。你想想看，像我老爸也是一样，八十来岁了，还是身体很好。因为女儿很担心你，就是在外面一直招走，很辛苦啊。对啊，主要是心灵上的累吧。辛苦，没有人照顾是吗？所以我们很容易在旅途当中啊，找到爱情。爱情，我活，快点爆料！没有说，你现在在爆料，你自动的，我说没有啦。我看许维恩好像也没有那个感觉。没有没有，最近比较少。来两次嘞。对，但他来都是跟我比较，我觉得我很喜欢他。许维恩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关你什么事？喜欢吗？不是，我喜欢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对对对，没有喜欢。没有，我是欣赏啊，纯欣赏啊。这个女生很漂亮，这样子。你们有在一起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没有追她吗？没有。我很想，但是等我够格的时候，那我就不是纯欣赏，纯享用。纯享用。哎，让我的眼睛享用冰激凌。大家都一起享用。所以那张照片我要公布吗，宪哥？好啊，很好。Oh yeah！ 真的吗？了无介意，宪哥。哎，真的吗？等我找好看。重点是还把那些照片啊，就是弄成什么 MV， 然后自己分剪接，还扯上去剪接，真的是有够无聊。你要看在后面，你的太多不能看到啊，这个。你又要看看。哦，找到，找到，还真的有这个，就是 MV。我看。可以。哇，三万嘞！根本就是在嘛，这个。宪哥那么安静的时候，就等到他讲话的时候，他就说 ：“Kid， 你看已经做好了。”他不怕宪哥把头转身到那里去？啊？他不会，他是宅男。我觉得说，我每次蛮担心的。我非常宅哎。对啊，他们之后当然都要到房间来看看我还有没有在呼吸。因为我也没什么消息，然后就是穿了一条内裤。不过也谢谢啦，他们制作单位是非常用心，还有那么好，现在这种时机里面啊，能够有那么好的一个收视率，真的是用心在做。